我们赢了啦！我是狼人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所以尼克金是打群刚跑来玩狼杀，是不是？那他可能这个量级没有选好，他们可能要输了，对吧？还没赢吗？不是赢了吗？我被骗了啦！为什么我觉得我当狼人胜率很高啊？来，我们先杀，是吧？我们先杀那个我是好人，好不好？都还没开始就说自己是好人，去死啦！我们的位置分散得很好。Yes。我们已经赢了吗？我们已经赢了，对不对？我可以直接讲了，对不对？哈哈，我们赢了啦！我是狼人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那个傻逼的人在那边乱枪，枪到好人了啦！哈哈哈！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狼嚎，哇哇哇哇！好啦，不用玩的啦，赶快过一过啦，赶快过过头头，我们赢了啦！哇！现在20秒，就听我的笑声吧！哇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嗯！哈哈哈哈哈！当我笑声停止的时候，就是我不笑的时候。哦，7个人还没绑票，那先票5，全票冠5，不用多说，就这样。现在狼 ，Let's go！ 狼队还未必会赢吧？他笑得这么开心，是啊。所以尼克金是打拳刚跑来玩狼杀，是不是？那他可能这个规矩没有那个量级没有选好，他们可能要输了，对吧？都是女巫要全刀啊，就这样。我是唯一预言家啊！我昨晚查了4号是好人啊，就直接票5号好人。我是觉得5号挺有趣，既然5号认狼，那就先票5啊，然后。我们还没赢吗？不，你们不是赢了吗？我觉得就算他认狼，好人应该还是得要好好发言吧，不然这样子没有办法盘啊。哟，还没赢吗？嘿，很多话想说，很多话想说，但不是不知道该怎么说。Damn， 不是赢了吗？哦，我被骗了啦！OK， 好，七
号八号加油，我们要赢，我们要赢，剩下就靠你们了，狼人的荣耀。我现在必须要这样做，我现在必须要，我必须要牵扯两个人，那一定要有一个无辜跟有一个真实的，这样真假混在一起才会让人家没有办法察觉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这是唯一的机会，这是唯一的机会。尼克星跟我喊加油，我不懂他加油的意思是什么，因为我知道八号牌是预言家牌，那我也是预言家这边的人，所以我不知道你一张狼人牌跟我喊加油到底要加什么油。那我目前加油，三号牌是女巫牌，加油。我觉得第一天他发言算听感上还可以，那四六可能得出他的队友，因为五号的视野都没有四六，就这样子。我是预言家，七号是男人啦，我昨晚查到了啦。我看后面，因为刚女巫还有药嘛，所以不确定后面会不会有第二个预言家。如果有隐喻的话，你也该出来了。然后三号是女巫的状况下，那狼坑五号叫定狼，如果七号叫狼的话，那四六得再开一只啊。然后一号应该要跳预言家，你在干嘛？他应该现在要跳预言家的啦，可能就结束了。但是你后面，你一号应该要跳预言家的。什么预言家没有隐喻啊？八号牌不是跳预吗？所以六八两张出去了，那你七号牌是不是要进坑？对吧？一号应该要跳预言家的。我就这样，这把先把七出了，就这样。那个不要说开视野啦，那个我在看台啦。一颗星保护好嗓子，七号叫进坑的东西。我们用尼克星自己说过的话，他要用一半拆进去，一半不拆进去，所以七号叫做狼牌。哦啊，另外一张狼我就先不说了，给另外一张狼一点游戏体验。八号牌叫预言家，你要一个就怀疑他。谢谢，谢谢尼克星的脸，谢谢。Shut up! Oh my god! 我第一天查五号是狼人，所以他认狼，我没有挑预言家。那第二天我查这个四号，四号是金水，就这样子。来不及啊，大哥 ！Oh my god！ 我们赢了啦！我是狼人啊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哎、欸，一号，为什么你刚那个时候没有挑预言家、啊？不是啊，因为八号是一个小朋友预言家，这种地方小朋友都很会被相信啊。你不要靠，要小朋友最容易。不要，你刚跳一下预言家，你稍微用逻辑的方式盘一下，大家就相信你了。你还不跳？你还会输一个小朋友吗 ？My God， damn！不是，我都没有配合好，你知道吗？